当地时间1月31日，大卫·贝克汉姆做客杰米·法伦深夜秀。小贝虽然当天打扮帅气有型，不过在做游戏环节，他不顾自己油光锃亮的发型，与主持人吉米互相用头顶磕碎生鸡蛋。Buena fortuna! You sure? No, I'm not sure. Good luck, buddy. Okay. Oh my goodness. Oh man. Good luck, James.郑维斯，搜狐视频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您现在收看的是搜狐视频，我是大鹏。